就很高。这是先打个底啊，这是勾花脸，勾脸，这是第一步。在传说里面，孟良就叫做葫芦。他跟人家作战的时候呢，他就打这个葫芦，这葫芦就有火喷出来，就把敌人烧死。所以呢，在戏曲演出的时候呢，就特别强调他有这个法宝葫芦。远处看非常细，非常高兴，非常、非常精巧。对啊，就是眉毛不一样。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整个戏曲的服装。那么大家在舞台上看到戏曲的服装啊，都是非常灿烂、绚亮、华丽的。可是，在绚烂、灿烂、华丽之后的背后呢，其实还有很多东西要做的。那么，因为这一般呢比较少见，所以我现在特别的介绍。当我们要穿上正式的表演的服装的时候，我们会先穿的这件棉衣，那个戏曲的服装啊都是马啊，那穿了一件件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很容易流汗，所以我们要穿这些棉衣能够帮忙我们吸汗，保护我们的戏服。那么穿了这个棉衣之后呢，我们还要穿上用油布来做的啊，因为油布来做的时候呢，我们流汗那个汗水啊就不会衬透出去。这条带呢，我们也叫做练功带，就是在戏曲里面，我们在表演练习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会扎。那么扎这个带呢，能够把这个丹田气啊勒起来，那么容易长了，容易讲啊。护领就是领，就是领子啊，保护我们的衣领衣袖。因为我们的戏曲啊，化妆的时候呢，都用很多的油彩来化嘛。那油彩很容易的把这衣服啊把它沾染了，沾肮脏了，所以我们要用这个护领来帮忙啊。护领呢，因为这布比较薄啊，比较薄，所以我们在穿的时候，我们特别加多一个毛巾给它弄厚一点。
穿多一件，这个叫什么呢？胖袄啊。因为有时候我们人的肩膀啊会比较瘦小，那么穿上这些码啊什么会不好看，所以要穿多一个胖袄，让我们的这个肩膀比较宽松一点，宽大一点。现在这个穿这个还比较简单，有那一套服装啊，十多件啊，有这个衣啊、内衣啊、外衣啊、围裙啊，包前面包后面啊，啊，有十多件这个东西。这个是非常传统式的服装，我们叫做蟒，一般呢都是做大臣啊、皇帝啊他们穿的。那么这个呢叫做玉带。那这个呢本来传统的可能是束在腰边的，但是戏曲呢为了表演夸张特别把它弄出来，然后这个可以帮忙表演啊，帮忙什么样表演呢，就是把人物的性格啊或者当时的情绪啊什么利用这个玉带来表演啊。戏曲的服装就非常的多了，同样是马有各种各样的不同颜色，不同的颜色对代表了不同的身份。就是高兴啊，那一般高兴的时候呢，我们都用牙袖啊，要这样。那有时候跳的时候也可以配合脚，啊，也可以配合。那么这个是喜，怒呢是生气了啊，生气的时候呢，比如说我们会卷啊。卷这个袖，或者剪个辫，卷了，那么或者两只指袖卷起来，把它搭在肩膀上，然后向前面甩，就是你要生气要骂他了，要什么了啊？那怒呢？怒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水袖收起来，那折身转过来放到后面，蹬。啊，这时候水袖你看没有什么作用，可是它放在后面的时候呢？整个眼睛这样一瞪就衬托出了他整个不怒而威的那个境界，就把人物的情绪啊都表现出来了啊。那么在乐的时候呢一般呢都是年轻人用比较多，那就会耍东西什么